但后期他到晚年以后，吴昌说写的那是非常拙的，他当然是石鼓文的第一人，谁也超不过他啊，沿袭石鼓的第一人。那放大以后看这造型是吧，他的笔型看，哎，很漂亮。看同样的字你可以找一下感觉，他刚才这个油和这个油的区别它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吴昌硕的本子很多，有国内的本子，还有国外收藏的本子，中年的、晚年的、早年的。当然我们要学习他石鼓文，我个人认为最好是先学习石鼓文的原作，然后再学习吴昌硕呀、邓散木呀、罗振玉呀等等。你不能先学吴昌硕回过头来再学石鼓文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一定要哎，取法乎上，取法乎古，不能先入为主啊！因为吴昌硕要写上手很快啊，他个性很强的。但你写出来以后呢，再写石鼓文就进不去了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先认真的临摹石鼓文原作，然后临一段时间，反过头来再借鉴吴昌硕的石鼓文就可以了，嗯。这是萧退安的，我们看看，给大家看不清楚，放大以后，哎，是不是和吴昌硕的有一点点像？哎，他们都写得很瘦，写得很秀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仔细看还是不一样，那还是不一样。当然，吴昌硕的功力更好一些，这也是大家，萧退也是江南的大家。我上次说了。赵古尼、赵石、赵古尼、赵云鹤、赵书如、萧退安，那都是江南的书法大家，大人物，都写得很好，这造型都很漂亮。所以我们说石鼓文的整个的文字造型线条已经和金文有了区别了，那么和小篆接近又不同。所以我们在临习当中如何从金文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石骨文再到小篆，这几个之间互相的融合跨度，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学习研究的问题。我想大家呢在实践当中逐渐的琢磨体会临摹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好了，我们的理论课讲到这，下来我们休息一下，我来做示范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写这个金文呢有个特点，就首先要分析这个字形，它的字形比较长，是不是比我们昨天写的甲骨文差不多。再一个它的整个变化比较大，有写的比较正的，它也比较歪的，这样歪的是吧，你看这个配子，这个有这样就各种各样的造型，长的这我们就要根据它的整个的造型来写，有长的有短的有歪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另外我们看看它一些笔形变化，那么现在这个运笔啊和昨天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你看我们写这个正字，你看它这样子的，看到没有，它就很慢，它的运笔的节奏就非常慢，就不能快，一定要慢。纸如果再好一点、粗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出现一种，厚重的这种感觉。比如我们写这个九，九元的九，这个字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它这样子，你看，从这接，曲线的变化，弯曲摆过去是吧。那我们写这个天字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天字它就不是一次写成的，一笔两笔，看到没有，出现这种甚至三笔，看到没有，然后看到没有，这样子过来下来，从这接，看到没有，这边长一点，这边短一点，就是速度慢了，节奏慢了，一定要慢起来，不能太快。
然后我们写这个皇字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大，底下小，接起来，对吧？所以它就不像我们写楷书这种顺序，先上后下，先左后右，回笔的动作也很明显，整个的笔形都是这样走的，不能直接去写，一定要回笔。写这个王字，看到没有？转圈、转圆、转上了，转到这，对吧？短就短一点，是吧？长就长一点。这个命，看到没有？停一下，然后这一个是这样写的，千万不能一笔写下来，这个它的笔形是不一样的。好多人是从这直接写下来，那就错了啊。宝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宝贝的宝，位的宝，还从这转圈转过来，所以我们写这个毛公鼎啊，就不能像昨天写甲骨文那样快了。看大拇指捻转，看再捻转，哎呀，这还有一笔，跟着走，是整个这个笔形啊。很慢慢的在纸上去摩擦，昨天是唰唰唰唰，今天就是这样子，它笔形要慢啊，速度节奏要慢。你看这个笔形过来，你看很渗，很重的渗过去。所以写金文呢，就追求一点金石趣味啊、嗯，这样写出来的字有意思。看这个有这个字，转，看到没有？再回过来，对吧？回笔，它就是转圈弧圆。比如说写这种方的。你看，因为我们写这个周，长就写长，对吧？看，回笔上去，下来。接完以后看不见痕迹，这就是你的技巧啊，是吧？它就比较长一些，对吧？你看我们写这个字，你看这样写，停一下，然后一个准备的动作，缓冲一下的动作，你不要一次给它写完了。
浮上去。每一笔都是一招一式，每一笔都不能快快的来，都要慢慢的。写的越沉着越沉稳越好，它越有味道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写这个仙，你看这个仙也很好玩。写过来了。修改一下，哎，看这个造型，对吧？墨要焦一点，墨不要水不要太多啊。像这个字，滚，你看，尾部可以快一些。看这个丝就很好写了，丝就这样下来过来，这转圈看眼管转，是吧？哎，习惯了在这找磨盘。都一样，繁的简的，我们找几个有特色的字形写一下，有几个。这个约，看见没有？它左边低，右边高，你看。斜笔一定是斜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我们叫准确的临摹，尽量找它的这种回过来，对吧？你看这笔回笔下去，看这是父亲的父，父子，是吧？这种圆转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吉吧，吉祥的吉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内外的外，就是一定让笔触慢一点，比较快。该收就要收，该放就要放，整个这个笔是由你自己来控制的啊、嗯，所以我们叫现在我们就要练习控制笔的能力。那这个字它是歪斜的，尾部可以节奏快一点，出一点黑白啊，但是头部一定要。回笔啊，回笔要明显一点。看到没有，转一圈。这都可以回忆一下，
哎，你收，干净，我们叫收，收的很干净，整个这尾部，像这些尾部，你都可以收一点，对不对？一收它就干净了，这四周都是圆的，都是圆笔的造型，就像那个铜叶流过去以后那种感觉，它就好看了。这个家，我写的家，你看这个家庭的家。哎，这边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。再长一点。哎，这是家庭的家。家内外是吧？干沟鱼。这个鱼早都有了，干沟鱼，看到没有？干沟鱼，控制住，不让它出来，小小的，慢慢出来，你不能唰一下出来，那就太快了，太快它就没有，整个就没有味道了。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写字，说实在话，我们就是练自己的一种控制笔的能力，一定要控制得很好。那这个应该是月或者是西，那就转圈呗，你看。它是斜直笔，看到没有？伊人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伊。敌人是吧？你看它最后的出现的飞白效果，这是最好的效果。上面是浓的、粗的、重的，尾部是快速的飞白。我再写一个稍微繁一点的字吧，写这个吧。这个是一个锅子，陈伯的锅。昨天才写出来，还有点浊味儿，但是呢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是那个杯子。斜，就让它斜，是吧？再写这个字"经"，它是斜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一过来，它是斜的，这一下来。这样，蹭笔、色笔才能出来效果。经。整个是向右下斜的，所以这种斜和正的关系和笔形的关系处理好了，没有别的，持续临摹，哎，临摹整个这个帖临摹十遍 ，OK， 包括就拿下，没有问题，啊，所以没有别的，就你掌握一种方法。好，在我再临一下石鼓文啊。
大家看一下，和刚才有一点点的不同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仔细看看不同在什么地方。不同的在于它的笔画干净了，是不是利落了，爽快了，对，没有那种小动作了，太多的小动作没有了，整个追求一种线条的一种爽快，这是有点不同的。那它也追要一种金石趣味，也是需要的，因为它基本上和金文有所不同啊。你看写这个毛边纸其实写字挺好的，写这个字。这样接起来的，以所以的以，哎，看出个懒，出个懒，直接上来再下来。他的棋我鱼是这样写的，这一笔写完看到没有，直接写下来，看两笔交叉直接写下来，把这个大交叉写好就可以了。到尾部的时候呢，动作可以快一些。这个羊还有这个横不要挨着了，杨柳是杨柳吗？这是左右的左，
还能用。这个字，马字你看不清，乐字也是，你看。斜的，这就是斜过去的。